你好，说话敢有较好啊？伊伫咧哭，做啥才停落来？阿美达，你甲伊讲啦，我即马还阁足生气的，无想要看到伊，叫伊唔免来，我无想要甲伊讲话。那安尼，你想做要坐过来？你毋是无想要甲伊讲话？我就怕伊有讲一寡五四三，我要来听看卖啊呀。嫂啊，还搁伫恁家哦。啊，姚母，哪会还袂去接伊回去？姚母拄则来过啊，啊，不过伊两个人哦，讲无两句话，就冤家啊。嫂啊，搁伫千拖拍姚母，甲姚母拍走去啊。伊即马留伫咧我家，气也袂消。拢是因为我，才会害阿母冤家。第好，敢袂当麻烦你，把手机仔摕予素环，我想要清水甲伊回信嘞。阿妹老公要清水向你回信嘞，伊接电话啦。我想即马大家还佫有淡薄情绪，过一阵仔冷静了后再佫讲啦。好啦，若是素环愿意见我，你才甲我讲，我赶紧过去甲素环回信嘞。好啦，我以后要靠近你，先安呢。好。你在跟谁讲电话啊？啊，我伫咧甲丽红讲电话啦，无啥物代志。你巴肚敢会枵？我可以用一寡饭菜给你吃。哎，先坐一下。慧玲，咱结婚这么久，你敢有什么代志在问我吗？是，你今天怎会叫我慧玲？安怎？我安尼叫你，会让你想起过去的代志是？慧玲，除了我，还佫有恁老头除以外，敢还有人安尼叫你？无啊，只是我已经真久无听到有人安尼叫我。是，你今日是安怎？我一直感觉你对我这么温柔，是因为你敬重我。啊，不过想袂到，这个温柔只是表面的，主要是想要暗藏你另外一个面相。是，我手就疼。你到现在要在我面头前假身，你是怎样用嘴泡小芳？敢讲在我的背后，你拢是安尼对待小芳甲艾伦的？医生去甲你斗啊！你承认啊？无唔对，我有提嘴泡小芳死啊！啊，不过这完全是因为做甲受超过啊，是心跳过于害我甲素华跋入去游泳池。小王讲是你家己骨头才会跋落。你若是唔相信，那会当调监视器来看。我不晓游泳，差一点仔死伫个游泳池，若不是本党来救我，我即马是有可能已经倒伫个病院，甚至已经无命。真正是小王害恁跋落去。顶辈，伊摕我有花生酱的三明治给我吃，就应该害我差一点仔无命。这辈，伊搁跳过去害我跋落水，我知影伊扣分我，啊，不过伊真够超过甲想要治我的性命。我只是泼伊一杯水，已经算对伊真客气啊。上世真不是款，我早就该警告过。你唔通我白来，想袂到伊就因为怨妒，竟然伊今日对你动手。小凤姐也针对我了准拄煞，啊唔过，伊果还说我伊硬哈无冤家，因为说我走去雷锋因家，我拄则才会靠好雷锋，想要关心一下说我的状况。你拄则敢真正敲电话询雷锋？来，我看卖，手机啊！我真正靠好雷锋啊！
是安怎？你连对我基本的信任拢无？你若是无做错反背我的代志，你就免惊我看你的手机啊，好无？这是我的文书。你若心内无鬼，你是哪惊我看你的手机啊？你已经失去弟弟啊！我跟你无啥物话通好讲的。任何反背我的人，绝对拢无好的下场。就算是你，嘛是同款。死！你来！你别唬我！死！你别唬我了！妈！妈！郭生，你竟然已经学会晓拍我啊！你清高吧！我感谢你教你的，还是你当作我是无嫌？妈，是的。我拄则用失去你时，才遮尔啊冲动，啊惊动着你。我早就看出出来，你即款的个性，我当下性地阁歹，他袂钓着疑神疑鬼，惊人反背你，惊人对你做出不利的代志，所以你就要先把人压落底。妈。是因为阿曼达甲小芳啊，因两个无好，互相斗来斗去，我才无法度控制我的脾气，唔才会甲因。怕母低高骨，你唔知哦？你把小芳伫个遐遐指挥，规工甲慧玲教条的，你无才调伫迄个恶车，颠倒甲脾气出伫个慧玲的身上，啊你敢对？若唔是世宗当年出代志，雄雄出国去，股价也轮袂到你坐大位。在这大细声话，啊！股价是伫我的手头，才愈做愈大。哪会我呢做到老干，结果煞互你嫌我无一块好诶？妈，细汉为公司的代志已经足忝啊，是的啦，是我修养无好，才害细汉伫我甲小凤姐之间这尔啊歹做人。你莫阁怪细汉啊！就算你歹做人，嘛是伊家己找的啦。谁叫伊当年赶紧紧要离婚，硬要去娶我替世宗拣好的新妇，唔只会害淑芳怨叹一世人，嘛害世宗到即马也是孤鸟一只，身躯边无母的人通好陪伴。妈，你若又搁咧讲这件代志啊？我甲阿面头已经结婚这尼啊久啊，你若用这件代志搁来甲我插啊？我是咧甲你提醒，慧玲是我心肝内好媳妇，你若敢搁对大细声，还是去甲动手，我绝对袂原谅你，你知无？知。你这款的心性，都要加修行才会用得啦。你去厨房，我你抄十遍的心经，好好反省。紧坐落来。我这么侪年来吼，看你甲细贤做阿婆，我心肝内哦都袂得过啦。啊，明明是你甲细宗有婚约，煞嫁予细贤啦。啊，恁两个年岁差遮济，根本就无像阿婆，哪亲像爸仔囝哩？想委屈你啊！什么？我爱我心中。哎呀，不爱我。现在不可讲，今麦的状况愈来愈严重。奶奶，我想讲，我总算等到你回来啊。那以后，咱逐年拢会当长久安尼，庆一张全家福。我俩祖公，我俩祖公，我甲你还阁有两个囡仔，紫薇小舅还阁有足侪足侪时间。我今仔。我现在连等你回来
真正等来找的时间可能拢无啊。哎呦，我听讲你心肌炎昏去，所以来看你。哦，吃不啦？跳停的。多谢。哎呦，我有买一挂营养品来给你吃，你吃看卖咧。你若感觉好，我过来去买。多谢你。啊，你今麦身体安怎？会喘会晕无？无啦，嘿，医生开给我的药啊，我吃不。都好真多啊！安尼就好，杨姐就烦恼你诶。伊今麦在甲阮爸讨论离婚的代志，也毋过阮爸也无都甲杨姐放下。譬如，是的啦，我知你今麦一定就不安，就想要你安排伫你诶身躯边诶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做到到，我一定甲杨姐离婚诶。离婚？啊！你今晚唯一离婚了？佩瑶，你今晚讲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听讲，金辉甲恁爸爸的感情足好呀，对不？真好啊！好到连我拢要食醋啊！啊，你嘛就爱杨姐，对不？你哪会向我来问啊？啊，我只是感觉金辉做亲母养姐二十八年啊，甲恁一家伙阿妈就有感情，迄对来讲是一个足熟悉、足熟悉的所在。啊，你甲恁爸爸嘛拢是在用真心在对待伊。对以后，你这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要退出？你无想要你安陪在你的身躯边啊？你不是答应二十八年啊？甚至给我跪了，啊，我心转呢？你这摆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当然想要尽快紧回来厝，也不过我那是过身啊，尽快会有我艰苦。我无想要伊未来一个人孤单过日子。无啦，我当然嘛想要金辉紧回来找啊，也毋过我想，伊甲你一家伙啊感情遐尔啊深，这离婚的代志哦，会当偷偷处理，免着急啦。我得卡到时阵。恁都唔免离啊！嘿哟，我知影你真感谢我救杨姐一命，所以你无怪我甲伊抢走。要唔过你即摆是伫我面头前假大度、开圣光是毋？我唔是迄意思啦。你敢知影杨姐伊偌要紧哩？偌想要等在你的身躯边。伊甲阮爸的感情真好，伊即摆为着你，两人冤家注定要掀开啊！我做一个这么爱伊的查某人。你敢知道我看了心肝内有偌艰苦？伊即摆人伫个高架，也毋过伊的心伫个你的心上，偷偷处理对我来讲并无较好过。是嘞啊，我无需要你甲我回信嘞，我嘛无需要你可怜我。你安尼足伤我的自尊，你敢知影？好是，我知影。